Hello，同学们，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花卉。这个花卉在刻画的时候也是五瓣的一个形态。当然，在绘画的时候，这个颜色上的区分也要给它体现出来。我们在绘画的时候，笔尖上的颜色肯定是重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刻画的初始阶段，一定要调好我们笔上的一个颜色才可以。这种正侧的关系也要给它体现出来，是不是很简单？